我是有点。
停顿了一下，但是我们这边天气越来越不好，然后就是组装成功了的样子。它这样上色的话，我觉得是比做之前上色要好一点。这样上色，它的花瓣是亮晶晶的，然后这一个是做之前上的色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没有。它就没有这样做出来的花瓣亮。